陷入恋爱的女人太可怕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我刚才凉亭碰到了苏玉婉，差点没和她打起来，吓死我了。小姐，您还怕她呀？您二位要是真打起来，不定是谁伤着了呢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虽然呢，我战斗力是比她强，但这老话说得好，要爱护老弱病残孕。你说她又弱又病又残，五个里她占了仨，我怎么能和她打起来呢？小姐，您说的对。哎，小姐，刚刚又送来了那两盘葡萄，是三皇子送来的吧？您说他为什么要送您葡萄呀？他是不是喜欢您啊？你以为你主子我是人民银子？人见人爱。轩哥哥。轩哥哥。婉儿，你是我师妹，这些杂事你分不下去便是。轩哥哥，你受伤了。无妨。明烟。程玉。送你的，打开看看。手术刀？不对，不太像。你这哪来的？听闻你对外伤之术甚感兴趣，我托人请教了军医还有仵作，根据你之前的说法打出了这套刀具，想来对你行医应有一二注意。明烟，你还喜欢吗？啊，喜欢喜欢，不过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一会儿啊让银翘把银子送到你府上去。不用，这是我送你的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，以后你我之间不必提钱。一码归一码，银子啊你就等着收吧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真没想到这王妃还真的很难以接近啊。